也谢谢朋友们今天的到来。那今天呢，希望励志准备的歌曲呢，你们都会喜欢，好不好？OK， 那一首非常非常怀旧、非常经典的歌曲唱了过后，接下来我想安排一首。我突然间才发觉，我今天写的第一首、第二首歌都是很冷门的歌。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，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来安排这一首《我爱的男人变得心》送给你们，谢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你太过过心，你是你心为的爱情。